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林振龙。我现在当我的弟弟已经没有反应了啦。如果这间家他这样子来对我的话，我就看他们讲死不了。等下喜欢就对我很好啊，等下对我不好嘞啊，就这样子明哈哈看我的脸椭圆，这边又肥，然后这边又肥，这边又肥，然后这边又很什么？我这么要讲道理哦，啊，我这么讲道理哦。弟弟当我是什么啊？我也是当他是什么了，手黑。我看我弟弟都养不起他自己老婆啊，我自己还是单身狗。打算了，我不要嫁，我不要娶老婆，因为我自己都搞不定，还要去搞别人，我就死定了。因为我的 YouTuber 差一点点，不是讲差一点点啦，是讲差很多啦，真的是很失败。然后我妈就讲啊，怎么你的 YouTuber 啊，吓到完了，什么什么，管你妹，你是做 YouTuber 妹，我现在不管他们了，他们要做他们的东西，自己做啦，不用帮，也不用 help， 如果要 help 的话，给我钱啦，我现在天天都要钱。没有钱我会死。所以你们要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啦 ，OK？ 我这个呢，我也不会 post 去FB， 我会去 YouTube、抖音。YouTube 抖音跟抖音我也不会 post 啊，因为抖音我还没有做 live YouTube 跟 IG 罢了，所以你们要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啦 ，follow 我的 IG，follow 我的狗狗的 IG， 然后我的 IG， 然后我的抖音的去 follow 我啦 ，OK 去看我的影片啦 ，OK， 谢谢，有没有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？打开旁边的小叮当，然后我第一次会通知你们。所以如果我一拿到 YouTube 钱，我会送 giveaway 给你们。OK， 说拜拜，谢谢。